是要放你的听听的，你可以看一下。你看，吹气球这个你都会用。那去谁家要用吗？对呀、啊，或者是出去的时候，然后里面还有车电子跟那个什么。吹干，哦，你怎么拿来吹老师？你可以再一次，再一次，20秒就好了。不要，好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好啦。那你就定了。